从不同的视角看同样的风景，同样的景物都会有不同的感受。那个感觉都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地方有稍微有一点高度，有一点斜坡，由东向西稍微倾斜。这个是水交社从化区，现在还盖得蛮漂亮的。前面是大成国中，大成国中，哇，这一条路是新兴路的那个向东的延伸线，已经完工好久了，大概两个多月有了，为什么都还不通车呢？哇，这一栋是台南高商的活动中心，台南高商的活动中心。哦，这边是台南高商的校园。哦啊，这边绿色的草坪树木，这边是水交社，水交社的公园吧。好。到这里，拜拜。